欢迎你，全世界都共汇聚，点亮耀眼水晶热碰撞出下一。那今年王者荣耀周年庆共创之夜准备的就是这个啦。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万众瞩目的王者荣耀2023共创之夜还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就要跟观众见面了。为了保证晚会的高质量，主办方差不多把大半个华语乐坛的歌手都请了过来，阵容堪称神仙打架，全都是有口皆碑的优质偶像，没有任何一个华而不实的流量明星。分别有白举纲、宝石 Jam、 陈炳瑞、戴安娜、郭嘉颖、鞠婧祎、林墨、汪磊、欧道舞团、单依纯、 SNH48、 唐韩潇、谭健次、五月天、杨幂、王耀庆、张延琪，以及实力派唱江韩红、周笔畅、周深。嘉宾阵容一经公布之后，瞬间就被推上了微博热搜，不少网友都在微博直呼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相信这是王者荣耀2023共创之夜的嘉宾阵容，光是这份名单就足以吊打多档音综节目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要知道以上这些优质艺人哪怕在舞台上没有任何表演，观众也照样愿意买账。而在众多艺人当中，热度最高的当属歌唱艺术家周深跟御姐周笔畅，不论点开任何一个社交媒体都能看出与之相关的一些讨论。作为华语乐坛为数不多的实力女唱将，周笔畅为王者荣耀贡献多个出圈名场面，对于喜爱她的歌迷而言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跟杨幂同框出现在了直播间内。本以为二人会上演一些出圈名场面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跟众多玩家打起了排位，全程都在不停的高能输出。对此两家粉丝纷纷表示，看偶像打游戏比自己上手过瘾多了。还有就是周笔畅的表演舞台，当晚为观众献唱了两首金曲，一首梦琪 MONKI， 一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，嗓音一如既往的稳，而且呈现出来的画风颇有百老汇歌剧的既视感。今年再次把她跟闺蜜杨幂邀请过来共创之夜，想不出圈都难。偶像周深就更不用多说了，连续四年为其贡献神仙舞台，每年都会跟观众不见不散。某种层面来说，王者荣耀早已跟深深捆绑到了一起，而且现场的多首金曲都深入人心，比方说跟二次元教主美伊里芽合作的夏日妄想、很高兴遇见你、祈愿山海、梦琪、微光海洋、生而为营、时节等等，每一首都是生米心中的心头爱。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，每次玩该游戏时都会无限循环深深的这几首金曲。这次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周年庆，可以说是给足了对方面子。10月26号的时候还特意录制了一个宣传短片，用官方的话来说，周深秒变灵魂画手，用画作剧透演出内容。只见周深画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形象，并且还划了一个重点唱跳 KPL。 有人预测周深会再次跟梦琪同框献唱，也有人猜测周深的舞台将会是一段唱跳 solo。 但对于生米而言，不论周深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共创之夜表演，他都是舞台上最亮的那一颗星。而就在几个小时前，知情网友路透爆料，周深现身于上海机场，准备飞四川成都，提前为王者荣耀活动做准备。一袭黑衣搭配棒球帽，造型显得既阳光又帅气，隔住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强大气场。与往常一样，在粉丝的镜头面前毫无偶像包袱，哪怕戴上了口罩也照样能看到他温柔的笑容。不同于那些流量明星，只要一出门就会带上数十名保镖，生怕路人发现不了自己。反观周深旁边只跟了一名助理，一边走一边跟歌迷热聊，上电梯前还不忘嘱咐歌迷注意安全，一系列暖心举动令人不禁回想起了2023央视春晚联排时的名场面。在别人眼中，歌迷只是单纯的赚钱工具，但在周深眼中，歌迷就是自己的朋友，彼此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双向奔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者荣耀共创之夜正式拉开帷幕前，官方提前曝光了节目单，没过多久微博上就出现了好好好，王者荣耀节目单这么整是吧。因为这份节目单拉满了悬念，表面上看所有歌手的节目都已经公开了，但却需要观众自行猜测每位艺人的节目。周深歌迷最熟悉的金曲分别有《夏日妄想》和《梦琪》，其余歌曲分别有两人合作、三人合作、五人合作、六人合作。话说到这儿，只能说王者荣耀太会整活了。就目前的节奏来看，接下来一个星期的热搜都将属于王者荣耀共创之夜，而周深跟周笔畅的神仙舞台势必会成为全场最佳。
不知道大家都对即将开演的2023共创之夜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